现在我们去探访野温泉，北海道的野温泉特别多。野温泉来了。世界自然遗产，就在那儿。哦，就那儿是吧？哦，那儿，啊，一呢。毛巾都准备好了。就在这里了，还有两个汤哎。左边一个汤，右边一个汤，然后现在把镜头放开给你看看，就在这里泡。真的好烫啊！在拍吗？嗯。它这旁边的水都是热的，这些水都是热的。还要放泉眼。它就在这里冒出来的水。好臭啊，这里的温泉水。你看这里都是温泉水。捡回来了。这个水瓶上面是俄语。真的哎。这俄罗斯飘过来的水瓶说明我晕，这也太搞笑了。对面就是俄罗斯啊，嗯，对面北方四岛是被俄罗斯控制，日本人认为是自己的。嗯，这也太搞了吧，居然特写一下。这些有俄语。哦，你看全是俄语，搞笑。嗯，Birth 是咋拼的呀？就 B 就可以了。B I R 好像是 T H， 我的英语还可以的。Birth 对。Happy Birth D A。OK 了哈。嗯。OK。哇。哇。是一个自动刻字的买的纪念币，正好今天是生日。好搞笑啊！刻完了，我把它弹出来了。嗯。哎呀！你得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的三文鱼科学馆。我们现在在这里三文鱼科学馆。这里可以洗完手以后近距离接触到三文鱼。哎，他们都冲过来了。嗯，好害怕。他让你把手全部放进去，张开了放进去。好痒。舒服吗？好痒啊，好搞笑啊。这里还有一缸，但是感觉都是一样的痒。对，这个水是热热的。好痒。这个还大一点呢。这有个水族箱，里面全是三文鱼，各种各样的三文鱼。啊，旁边还有介绍。萨库拉马斯，萨库拉马斯就是那天我们去拍的那个瀑布上面冲上去的鱼。哇，全是三文鱼。怎么还有个小鲨鱼？这是个异类啊。那还有只比目鱼。这
这些好多鱼都是在玩动森的时候认识的，动森这个游戏还挺多知识的。这个是条石雕，这一缸全是我们那个瀑布那天拍的那种鱼，萨库拉马斯，就是我们瀑布上面跳往上跳的那种鱼。终于看到了回转寿司的三文鱼，这个长得有点吓人啊。他说这个就和小姐姐没有牙。哦，怂了你，他没牙怎么吃饭呢？我有点怕。我他说你不要摸他，不要去捏他。嗯，这个鱼好丑啊。对啊，它好恐怖啊。谁来？这是最特别的生日体验，他们都是瞎子。给他嘛，给他嘛。啊，你先来，我害怕。我也怕。那我来了，勇敢，行吗？挺笨的他。就是你想被咬还不那么容易是吧？哎，他们好像不一定想咬你，他们只是想过来看你。哎，他像夹子呀，夹到了。给他戳进去你。嗯，可以。真的呀？他就是这样，就这样的感觉，不疼。你看他们把手指塞进去了。不能塞进去了，你看。不是啊，他就是要塞进去，他就让你塞进去。你看，你塞进去，他就躲了。我塞进去，我这个时候已经进了，这个有点吓人。你看。嗯嗯嗯嗯。